之前呢，我是一个很开朗、很活泼的人，但是中风之后，我什么都完了，天空变成黑色了。那么到我诊间，他通过不同的医法，医到我的心里能够平静下来，未降其躁。短短一年内，我就可以开始走起来了。健康，失而复得，感恩你，善济。